农历春节即将到来，不少人都会趁着九天连假到处走春跟游玩。而台中后里呢，一家知名的观光花市业者，不但在过年期间不打烊，更主打郁金香花海，特别从荷兰引进了30多万株，包含了红、白、粉以及黄色等等，高达50多个色系的郁金香品种。而这花园里头呢，还有许多的装置艺术哦，是不少民众的拍照热点。红白粉黄的花朵热情绽放，游客开线在缤纷花海中取景拍照。位在后里的观光花市业者，今年主打郁金香花海，美丽景致搭配大型风车等艺术造景，让人仿佛置身在浪漫的欧洲花园当中，非常美，好像到了欧洲的感觉，好像一个很梦幻的世界，感觉非常好。好不好拍照？好，我们拍了好多张哦。这边花开得蛮好的，就是蛮多不同的种类。对，那这边就是跟新社比较不一样，就是有比较特殊的造景，可以做比较多的变化，很适合啊，而且非常的漂亮，小朋友都很开心，看到好多蝴蝶，造景非常的特殊美，它就是一个字美。业者表示，今年特别从荷兰引进30多万株、高达50多个色系的郁金香品种，同时绽放，令人惊艳。除此之外，园区内还推出了薰衣草花、香水百合以及彩色海芋等，一共8公顷的缤纷花田，要让游客感受花朵的魅力。那彩色海芋呢，还有西洋水仙这些等等的，比较精致的花卉。那除了这些，我们还有8公顷的美丽花海，紫色、红色、粉色系的，一一的在园区里面呢，就是最大的特色。那还有哦，像是从高冷地下来的大飞燕啊、毛地黄哦，在我们花园里面都可以一次欣赏哦，一次满足你的视觉享受。业者也表示，新春期间营业不打烊，预计花期将持续到3月中旬，也欢迎喜爱赏花的民众可别错过了。谢晨波和台中场报道。